係啦，咁好多謝今晚大家嚟同我一齊經歷依、一個，即係我都可以算係我嘅治療啦，依個係我嘅 therapy。咁啊，好開心啊！好，我鬆曬啦，而家個人，因為其實我真係構思咗兩年啦嘅依一刻。咁啊好多謝你哋今晚陪我啦，依、這個。咁啊，但完咗，我又要去第二度去再追依、這、一個。依、这個咁樣嘅感覺咯，所以其實同隻碟係一樣。咁我就係特登留翻依一首歌係擺喺尾嘅。依首歌我寫嗰陣時嗰個構思就係諗緊一個 show 嘅大結局咁樣啦。咁啊而家 plug 緊㗎啦，即係唔知有冇聽過啦，大家。咁如果大家識唱嘅，最尾可以同我一齊大合唱啦，不妨。呢首歌就比較咩啊？呢首歌就係比較似我以前啲曲風多啲嘅咁嘅歌咯。咁啊，係咯，多謝你，同埋多謝Teen Family 嘅。Okay，let's go upside down。自我日日就如流离，无力感怎应对困难时期？不想呼吸，就是未能逃离，还未懂怎去放弃再惦记。痛到要哭，哭不出，半空中想生死，彻夜难眠，闭上眼也喘气。日垂星，只想化作蒸汽。找个寄托，在寂寞时沉迷，由自己解决痛楚和难题。写一首歌，就进入治疗情，投入得可以放弃再燃起。这泪这刻，欢呼声，什么都不可比。继续前行，世界会更加美。坏情绪，伤不到心理。谢谢装神弄事，留在此听你说我还神秘。多少苦水，逐渐醉成浓汤，内心总有你替我治理。何以我对这首歌化解种种悲喜，每段磨练实在挫折心理。就和你一起去打气。再次被困，从泪谷到苦海航行，全部仍难行。最好每次过得不好。
more right now。 多謝。大合照是不是我們耶、yeah, 那十二月見了吧，我們要11月5號記不記得、